三峡蓝染走了23个轮回，每一年我们让三峡的蓝染要上国际舞台，都有不一样的主题。像去年的那个三峡蓝染，就用红丸以及太空的模式来呈现蓝染的意象。今年用勇气蓝鲸来作为保护海洋生命的一个主题，让我们蓝染节跟环境保护 SDGs 永续环境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期待三峡蓝染不断的传统文化持续下去以外，也能够结合我们国际的趋势，跳上国际舞台，让全世界看得到三峡蓝染之美。